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埋头炫就是 cheat aerial， 它就叫 cheat aerial， 有点像侧空翻，有点像炫，有点像侧空翻这样，有点像炫，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炫子其实很少人懂，炫子很科班的说法，炫子。八颗子啊。好，来哦，来。这一只啊，这一只蓝色。好，这一只。
我就要少少的。你还给我讲啊！可以了，来继续弄。可以可以，哎，这个把手长一点，真的可以。对啊，好了，来，继续一个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就是你会发现蹬不起来。你后旋完这一下要先深蹲，不是深蹲啊，先弯膝盖下去再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小梅上。知道吗？真的是超级酸痛，太痛了！我整个背超级爆痛，背腰。但是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就是尤其是运动。我之前在学滑水的时候，在澳洲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学滑水，也是隔天起来是意想不到的酸痛。就是你当你从事一个不是你那么拿手的运动，或是你平常没有在重事运动，就会用到不同的肌肉肌群，然后就会非常的酸痛。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。兴趣的重要，像我们已经成人了嘛，那如果你退休的话，然后你有足够的金钱能够养活你自己，那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？这不是一个退休后在想的问题，我一直都觉得说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思考的问题，因为你要看得到未来，你才知道说我现在该准备什么，我想要努力的是什么。我看过太多的好的，也有看过不好的。我不能说他不好，这是他生活的方式。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当然是要选择把生活过得更有价值一点。看过很多老人家，他退休之后不知道干嘛。那我们在20、30、40、50岁的时候，很容易都是把重心放在事业，可能20、30了，然后40、50你可能比较重家庭。当你在你的重心都在事业上的时候，你有时候你的重心都在你的小孩身上的时候，女生男生不一样，你会失去你自己。像我现在对我来说，学跆拳啊，跆拳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，但是因为我一直常年的坚持，已经变成我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，经营跆拳道的事业这样子。那最近也是有在想说，能够把跆拳道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。它给我的不只是兴趣，我喜欢练习，喜欢运动，喜欢那种追求目标的感觉，更是它给了很多创造的能力。它让我知道说，这样子的技能，我可以再怎么把它延伸。那这慢慢变成一个专业。我觉得兴趣的重要性就是，让你的生活不再是没有惊喜。我自己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可以的话就躺在床上，然后到了点我会觉得说，哦，好像有点浪费生命，这样子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。那可以做的第一步就是把你曾经有想学的东西踏出去第一步，也就不用太害怕说会犯什么错啊。很喜欢这种运动，这种练完过后的力竭，哇，觉得就是把这个动作练好的当下，我会很开心，这种才有活着的感觉。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